黑色框架眼镜，棕色大衣，一身优雅大叔装扮的冯绍峰，前段时间现身重庆片场拍摄自个儿的新戏。在冯绍峰忙着拍戏时，穿着橘黄色上衣的范丞丞与工作人员一起在粉丝的尖叫声中快步逃离。过了好半天才换上深色系衣服，背上双肩包，与文琪一起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只见范丞丞乖巧地站在工作人员面前，任由其拿着手机从各个角度给自个儿拍照，接着又简单整理了一下发型，范丞丞才走到镜头前，与刚刚到达的冯绍峰一起听导演讲戏，之后便拉着文琪的胳膊投入到了正式拍摄中。来来回回走了几遍才顺利完成拍摄后，冯绍峰与范丞丞两人便一前一后返回房车休息了，而文琪则是与工作人员站在路边开心聊了几句，又看了一会儿手机才离开片场。